赚那个钱哈，慢点赚哈，对的，啊，赚了啊，啊，确保每个都亮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去调那边，把那边的那个电机的开关打开。慢点，慢点扭哈。慢点扭，还没转呢。好，再加。它那个红色的那个岛一下子就挂掉了。速度快一点，它就认不出来了。再来。快点。肯定了，我要录像啊，要对比啊。快呀、啊。对，再来，你就不用开呀、你就不用开呀、在市场上都有现成的呀。你再开快一点点。哪个是你的？最右手边那个是我们的。最右手边这个我们的，那个是台湾的，那个是国产的。那是国产的。现在客户还翻出来看的呀。等一下我下去看。